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今天我们来盘点一个女玩家比较喜欢的九款皮肤啊。第一款安琪拉的心灵骇客啊，这个颜色比较好看啊，搭配的也是比较炫彩啊。还是一个小萝莉啊，这个很受女玩家喜欢啊。第二款皮肤就是这个貂蝉的仲夏夜之梦啊，这款皮肤是坐在荡秋坐在秋千上啊，荡着秋千。这款是这个安静的美女子啊。很多女玩家也是比较喜欢做秋千啊，所以说这款皮肤也是很受他们喜欢，而且造型也很好看。我们来看第三款，就是李白的凤求凰啊，这款比较帅气是吧？这款确实不错啊，但是这个是属于那个限购吧，是今年限定的皮肤，李白的皮肤本来就少啊。这款就是还有一款就是紫霞仙子啊，第四款紫霞仙子，紫霞仙子很有仙气是吧？毕竟有大话西游的那个剧情在啊。第五款王昭君的偶像歌手，这款皮肤也是比较华丽的啊，就有喜欢唱歌的女玩家就比较喜欢这款皮肤是吧？很华丽，然后又粉色系的啊。还有女玩家也喜欢这个冰冠公主啊，这种又像女王又像公主的这款皮肤啊，又做公主又做女王是吧？也是女玩家的梦想啊。然后我们再看这个，还有这个蔡文姬不虞姬，虞姬的霸王别姬对吧？这款是很有新娘子的范啊，就是。这个结婚的范是吧？这种风很有中国风啊，也是非常不错。然后还有这个公孙离啊，公孙离的花间舞这款皮肤也是非常好看啊，也是非常受女玩家喜欢啊。这一款一出来肯定是很多女玩家买的288皮肤。然后最后一款就是武则天啊，作为一个女王。好，那我们本期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的新闻的公众号，我是解救，我们下次再见。海洋之心。